Welcome to Sihu. Welcome to Sihu. Welcome to Sihu. 这是早上欧式楼这边的主客。你看，超漂亮的，这就是日出吗？然后加上一点点菲律宾的粉红色云。我们现在已经起床时间大概是5:30，先来的话先做预约的动作，人数不到的话会给你一个小白单，你就要来这边排队，然后等一下要付门票费，一个人是1400。目前是因为有传还有新闻报道说以后要之后要涨价，涨蛮多的。如果你早点起来的话，就尽量先预约，因为我们今天是假日，所以现在虽然才5点多，你就可以看到满满的人潮。有些小船，他们就是在喂鱼。我的心得是，我觉得早上6:30看的话，可能是金鲨都还没有被喂饱吧，他们就很会跑过来，然后跑来跑去。可是我们之前的金鲨，可能它就会在旁边等。但是今天我看到了3-4次，印象中上次看的不多。Hi, I'm Zoe. Salamat. I am Laika. 谢谢。其实我觉得他们这边算是很保育金沙，一场的看金沙的活动是30分钟，是 Oslo 的小街道。其实我们昨天晚上走这边的时候蛮荒凉的，然后这边我们记得有一间杂货店可以买到东西。我们要跟这边说拜拜了，到下一个点咯 ，Go！ 上公车啦，我们要先到巴套这个地方，然后再转其他公车到马布啊，马布，中文很多人会叫墨宝啦。这边就是要去那个杜马，什么杜马盖地的潜水圣地之类的。好，所以大家记得不要下错站哦，不可以这一站下，你要到下一站把套下之后再转车到墨宝。就是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车站，到这边之后，我们现在又要转另外一台车往西部的方向，往树屋城市，因为我们要绕回北上了。可这边有两种选择，一种是没有冷气的，它价票价比较便宜，就像这样子，你看它窗户都开着了哦，就代表没有冷气。然后第二种是这种有冷气的车子，然后有冷气的车子票价就会相对比较贵，就是有冷气的车其实比较舒适。第一个有冷气，第二个是它比较不会有这边的油味，因为汽油这边汽油味真的不是很好闻。Teach me again. More. Thank you. Salamakuya. 然后这个我最喜欢绿色口味的。它上面会有写树屋，这个就代表它一起往树屋了。竟然在路旁边而已，你就可以清到看到下面的石头一清二楚。大椰子树跟蓝天白云，超棒。我们现在在卡瓦上坐的下，然后超轻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刚入口的时候，好像有很多人想要问我要不要去请一个那个导游，然后我就问他说他有没有机车，他们说现在好像不能机车不能进去。这里还有个海上活动，好像是可以竹筏，然后带你游艇。这边聚集了蛮多人，我们需要付一些门票的费用，他们也可以维护环境的整洁。我觉得这边颜色还蛮特别的，一层瀑布。这边瀑布的颜色好漂亮，你看水一样是浅蓝色，蛮清的。虽然就是很多人在玩一种沙滚上来很浊的感觉，但它颜色还是很清澈。到时候尽量不调色，让大家看真实的颜色。它是偏那种有点蒂芬尼绿的颜色。写牌子，如果你没有穿救生衣的话，你不可以再进去比这边更深的范围，所以你就只能在这边活动。那如果你想要到瀑布下面拍照的话，所以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救生衣了。This is fascinating. We miss each other again. 这次就是天气非常的配合。太幸运啦。真的，其实我每天查 Google Map， 它就显示降雨几率超高。到第二个瀑布了，这就是下面的瀑布。但老实说，我觉得下面的瀑布比较漂亮哎。
青岛游的部分，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下载我们之前推荐大家那个地图的几个 APP， 在山区就很够用，就其实你不太需要请导游。对啊，然后我觉得啦，救生衣假设要玩水的话可以租啦，因为我们两个刚刚真的有看到，就是你没有救生衣它不让你自己游太远哦，所以你如果想要玩深一点的地方，你可能还是要租一下。小浪漫可以啊，谢谢。Filipino style 脏脏包，我觉得它的形状好像眼镜猴的眼睛哦。它这边像是甜甜圈，但它有跟你直接说是甜甜圈，还 OK 啦，但蛮甜的。我是李先生，我是椰子妹妹，喝口看看甜不甜。这里就是我们下车的地点，没有站牌。从入口进出，然后看完瀑布之后，又回到这边继续等车前往墨宝哦。候车亭的位置边，载客的叔叔们用不同颜色瓶盖做成的旗杆，超有创意的耶！然后现在这个就是我们要摸摸到喽。现在我们抵达了墨宝的巴士站，然后再转搭三轮车前往沿海区。因为距离还蛮远的，所以这边建议可以用搭车的方式哦。领到了，戴上浮潜面具、救生衣、书包，一起去看沙丁风暴吧！好开心哦！开玩笑一下，很多店家会给你开什么救生衣100块，护目镜100，救生衣再100块，然后他还会另外再给你收一个100还是150元的什么环境保护费。第一个人跟我们讲说，你如果有住宿，那你就不用付环境保护费。结果我们刚刚问到第二个店家的时候，他就跟我们讲说，环境保护费他们都会跟你乱收，就是因为你看来就是一脸观光客。就是、但是他说其实那个不需要，就是如果他要求你要付钱，你可以跟他说你有住宿，或者是你已经。反正我觉得这边有些时候会有店家会有自己乱设很多名目啊，可是他说环境保护费，可是又不是交给政府。他要缴环境保护费，可是他们是真的可以维持环境保护，就是 OK。可是如果他们是个人用的，但其实没有这个名目的话，我觉得有点过分。对，其实应该说，甚至于这边假设你全部的设备都有带的话，你可以零元看到沙丁。沙丁结束了，就是看沙丁鱼风暴的活动。那个白色船的正前方那边比较会有，我以前有在这边登前过。这边还有个特色是，它有酒店是在富尔岛的台地段层，对。然后我也在那边看过海豚，所以其实这边也是所谓的潜水圣地。只是我们这次，因为我们在别的地方潜过，所以我们这次就在那边潜的。对，大家还是可以去考虑一下要不要这边潜，因为浪真的很大。我觉得在海底的能见度不太高。这家意外吃到了小面，发现它的披萨蛮好，今天它披萨上面比较凉，不是软，纯脆。